亲抱拥，这期待万人民关怀因为心了你，这期待万人民眼光心动妙地秀，这期待万人民眼光心动妙地秀。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灵山一会万年灯，四八大愿照光明。王禅老祖妙智圣，加持灌顶见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各位维新圣教一经大学在法师讲师准讲师及所有维新贤士护法同修我们当下庚子年恭祝阿弥陀佛佛诞，护国西斋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及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阿弥陀佛。今天庚子年10月22号，受我们九九法会第87坛的时间。87坛以来，我们都为各位来阐述灵山。也和各位来阐解山河大地的风水学，无所不包，无所不谈。然后今天呢，我们要来漫谈台湾寺庙风水学。寺庙的风水和住家的风水与工厂的风水完全是等号，风水学错了，无论是总统府公家机关错了就是错了，居住者不平安，总统府的风水学有毛病了，全国各地都会影响。公家机关，你的管辖多大，风水学都是错了，你的管辖内都是不平安的。若是公司工厂风水学错了任你百般的挣扎还是做不好尤其我们住家的风水若是违背了风水学的法则，家里乱糟糟，百病丛生。这个几十年来我证到的结果，一一的证到实践，按实验，真实不虚啊。
尤其寺庙的风水更加的重要。寺庙的风水你错了，除了在里面修行心不安以外，啊，你说有信徒来到寺庙里面来，也说不出来心里的怎么样的，说不出来怎么样的感觉，反正好像就是怪怪的，这就是风水学。反正做生意场所都是风水学错了，你任你怎么做，客人进不来。啊，有如我的年金，啊，也因为老师夫妻都老师非常优秀的，啊，家里啊，这风水学自己原来好好的，隔壁的人盖起来了，变成白虎昂头，白虎昂头高起来，哇，家里很多事情乱糟糟，孩子做事业也很努力做，也做不好。还好夫妻在我们中文来到易经大学风水学院来上课，啊，知道了这个天机密，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房子不转门转，把门的方位啊，把它扭转，让它龙鞭子高起来了，啊，高起来呢，啊，稳下来。孩子做事业也稳下来，孩子做医师，啊，开诊所，啊，每天医治的人很多。啊，孩子做太阳能设计，啊，所设计的案件一直来，啊，都很成功。啊，才跟我说师傅，啊，这个风水学那么厉害啊，原来孩子都不相信，现在欢喜信受幸福了。那天诊所也一向要风水，尤其我们寺庙的风水，你错了，你会影响到整个的全村，影响整个附近辖内啊的不平安，啊，这个都是天地塑造，啊，都是调和法则。所以寺庙的风水学比工厂风水学更加的重要。所以在这几天来，我一直思考，我决定从昨天开始，我就开始要在为各位讲解风水学。风水学你对了，我们从南天下来的三界万灵，也会在好的磁场里面，那么安安稳稳的，啊，也在那里修行哎。有时禅寂山仙佛寺有18个点，18个龙穴，龙穴的地方，我种了树，
树特别的长得特别茂盛，长得特别快，尤其松树，一般你种了20年，只有这么小而已，结果20年爆了爆不过去，那叫做风水学。哦，所以我在这里谈西山仙佛寺的风水学，我把它每一样都依照易经和风水学、磁场、环境保护学的原则来规划设计，来种植各项的植物，让有缘的人来到长吉山仙佛寺，一进来了，你有一些烦恼，你就可以向佛禀报，向老祖禀报，你就把烦恼丢给黄泉老祖，然后你屁股拍拍就回去，再努力个打拼。这个是间接和直接的普度群生，普度群灵。所以我今天开始要来为各位讲解寺庙风水学，来漫谈风水学。昨天我们漫谈讲到台湾的总统府的风水宝地，非常佩服当时日本政府他的工程师来到台湾建设总统府、总督府，我非常佩服他。还有呢，很多单位的建设都是符合风水学。风水是一个大磁场，中磁场、小磁场，住家的小磁场，我们自己内在的心灵是一个小磁场，像仙佛寺就是一个大磁场。每年的法会，水陆法会，好几万人都来这里礼佛，来这里拜佛，大家来这里祈福、祈祷，国家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所以这个寺庙的风水，你对了，众生来到寺庙，就会有如回到家的感觉，这有会有一种有什么烦恼来到寺庙你就会有一种解脱，有一种依靠。虽然佛像是泥塑铁做的、木雕的，它没有生命，但是若是你的风水对了，佛像它所接的天地灵气会福荫来祈祷的众生尤其可以普度名扬两界、三界万灵，能够人归极乐净土，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寺庙风水学的印证我将在今天开始会将这风水学来一一的阐述我首先我们要讲寺庙风水。台东
啊，上明下定大和尚主坛转正法轮，净明小竹是非常谦卑客气的，以物引物啊，在引导众生不要共高，不要夸大其词，所以他就以小竹，小小的建筑物只有几百平，但是它的威力不得了哎。禅机山维新圣教一心道场在国立，从民国71年啊，我到台东大武山林开启南天，这是吴起先落下来，一直落下来，所以证明小竹小子庙告诫盖在这里啊，这是这前山啊，这前向水流前前上高峰出状元宝地，建明小子的地，这里是一个状元地，地不大，但是它的磁场在这里晃出无量光，佛光自照满虚空，满天下，凡有缘的、有福气的，来到净明小池来拜佛、拜观音，你进来会发现庙不大，但是说不出来一种心里的欢喜呀、啊，这是风水宝地嘛。天上天下唯一独尊的宝地，前山前向水流泉，前上高峰出状元，后面是大武山，是高峰，大武曲，左虎右臂，左虎右臂，武曲星，啊，上面有一个天教穴。开启南天的时候，啊，民国71年的7月23日，在这里开启南天门。南天门一打开，所看到的附近华海苍苍，湖海茫茫，但是这一个宝穴。天上天下唯一独尊的就是大武山啊，大武山岭南天圣门的地方，在台东的寺庙
那么多，能够得到前山前向水流前，前上高峰出状元的宝地也不多，尤其有福气的、福报的更少。所以上元下定大和尚，每年我们在农历三月二十六日，黄山老祖圣诞，护国息灾水陆大法会，我都请上元下定大和尚在禅机山仙佛寺帮所有的维新弟子同修，啊，为国来修道，为人类来祈福，这消灾化解啊的法会，啊，都很圆满。水陆法会就是等于罗天大教，罗天大教。我一直办下来，到现在已经办到二十一坛了，二十一年了。我要办到六十年，若是我有这个命活下来，我会办水陆法会到六十年，那就看我的有没有那个福报。但是我本着啊为国求道、为人类来祈福的忠诚信念，我以我所学所悟所修的所证的风水学，啊，为台湾寺庙的风水，有的参观过，有的参与规划设计，所做的数量无限，啊，看到寺庙依照风水学来建设的，寻龙点穴点对了，那香火鼎盛。啊，神火特别的灵感，所以风水学不是只有一般泛泛之辈的人所拥有，而是普天下的苍生，无论王侯将相、贩夫走卒，都少不了风水。所以我发现这个风水对众生太重要，对寺庙也太重要了。尤其每一座寺庙风水学错了，经营很困难；风水学对了，香火鼎盛，庇荫国家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啊，净明小卒，佛教净明小卒就是一个案例，非常的明显。所以一句话，就前山前向水流前，前上高峰出状元，尊旨不虚啊！祝福各位。各位维新贤士，各位十方善诸士，阿弥陀佛。风水宝地阳宅，是人居住的平安，而阴宅祖先的阴宅风水宝地
因人居住的莲庵，寺庙的风水名扬两界都一样的安，我这很重要的，不要以为说哎呀，我寺庙我是佛座最大，神最大，风水我们不信。我告诉你，你再大的神，还是抵不过磁场，抵不过地球啊这个平衡点龙穴的磁场啊，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的明显啊。我在澎湖啊，有一间庙啊，一间庙呢哈，这边是海，一间庙都是海，很漂亮，青龙、白虎、平衡、朱雀、明堂很宽广海，所以这间庙啊很灵。凡是啊出海讨生活来求的都很平安，但是台北市啊有一位做生意的，他把这个海围起来啊，做了一个水沟，就直接射到庙来。当时澎湖都市计划是我办的，有一座直觉附近有一座庙，风水被破掉了。所以很不平安，我就透过朋友马公镇长、谢镇长、谢介和先生啊，带我说啊，那里有一间庙，原来很灵，前面呢刚好一位专门只顾要钱、不信神的。啊，他就在这里做两条水沟，很长。海中的人说，像一支箭的，像一支箭插进来。哇哇，这个是螃蟹摸黑线，螃蟹呢左一卡右脚摸黑线。啊，这个一插进来就摸黑，就是用。两只棍子、筷子往螃蟹的头插进来了，败掉了。所以玄天上帝的灵，他就住不下去了。当我来到这里，后面这里村子这里，这位大神跟我有感应说，请你到我寺庙来看，风水败掉了，啊，村子里面的人很不平安。我说你大神呢，我是老百姓凡夫一个呢，
啊，这一位大神，他说，神还是要人，要懂得风水学的人，才能解除。那我这个我就到庙的前，这里来看，庙前看到，就是两只像棍子插进来。我跟镇长说，这个是螃蟹蟹，已经被拜了。他说我们地方的人也有反对，但是反对不了，他一意孤行，就是要这么做。哦，他说他不信这个神，他信钱最大，所以做了那个堤防，两个人很长的堤防，一两公里的堤防，很长，把这围起来，围一个很大的养鱼的地方。结果做起来了，村子里面的人，21岁到30岁的，啊，的都是妖手。啊，出海被浪滚走，捕鱼被鱼捕去了，啊，开车车祸一大堆，好多好多的问题，弄成村子里面的人人心惶惶。所以我去了啊，当地的村长呢，将情形讲给我听，我也没有办法，这个他要这么做，我也没有办法。所以当时我就求王禅老祖，静下来求王禅老祖，急急如律令，啊，要来破解这个堤防。所以我拿起石头，两个石头往远的地方一丢，念的咒丢过去，好的跳到旁边去了，然后再捡出一个来，一个石头，还在此咒，王禅老祖光降来破解这个煞气，再往前一丢去，啊，两个这边就丢在这个上面，好的一声，两个跳两边，老祖就说真破掉了。啊，这个煞气破掉了。我回到台中来，当时我名为易耀寿，玄天上帝啊，跟我加冕说你做得很好。啊，这庙，神的主神待不住，跑掉了。啊，就跟我说要赞助精修院。我说好啊，神要来住，我很欢迎啊。然后这个把它破掉了，破解了，过了7749天，他的感应就出来了。啊，所以这位大神啊，跟我开示说，
他要回去了。所以我很感恩老祖师尊啊，传给我这一个化煞的方法啊，我也奉劝我们社会大众，你们在庙的前面要建设，你不要主意孤行，说造图施工，造图就是你的业报，你不懂乱画，设计的人你要负因果，尤其施工的人更要负因果。所以这家养鱼的公司不到一年就败了，败得一塌糊涂，就逆天嘛，没有慈悲天就要灭他嘛，逆天。所以由此我体会到寺庙的风水绝对不能马虎，我们要建筑建设也不要只顾自己我要怎么建就好，只要我高兴有什么不可以，就影响到寺庙的平安。寺庙的平安是全民的平安呢，不是你少数人个人的平安而已。相对的，你建设的人你要负起这个因果业报，禅机，所以报而不爽，屡报不爽啊，这个是我行道上四十多年来，尤其三十八年来的行道，特别的感触，所以我才从昨天开始，决定每天我要来讲属于台湾寺庙风水漫谈。啊，提醒各位，你们住在寺庙旁边的，你要建筑，你一定要注意啊，不要只顾你要建筑而影响了寺庙的平安。寺庙不平安，你的建筑也是跟着你会不平安，也会有灾难。所以我还时时刻刻勉励我们维新圣教的法师安讲师以及所有学士同修啊，你们要注意。那么今天我们的新的学员要回来宣誓，宣誓的重要性不是一般世间的拜师的宣誓，而是对天的负责，对列祖列宗的负责，带着你们的列祖列宗来到佛前，来到祖师面前，而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就不会伤害到社会大众，而且让各位同学们啊，你们能够再更加的精进，在这一生我们要修成正果，这样的话人生就不会白走。所以今天我们这一节我把台湾寺庙风水漫谈啊讲解完毕之后，我们就接着要来
啊宣誓，还有维新圣教的法师带领各位一起宣誓。为什么要讲这些寺庙风水给各位了解？我给目的是要给各位知音和知果，要让各位广植福田，未来你们学好了，起码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然后就能够帮助他人，共创天下一家亲，他的本愿啊。所以寺庙风水学也等于明阳两界的风水学，寺庙的风水学啊，你学法学好了，你帮他忙，你的功德很大哎，啊，不是蝇头小利的小功德而已，而是大功德。所以我希望我们所有的法师讲师啊，带学生学这个道，一定要了解因缘果报，一定要了解啊凶神恶煞怎么样来趋吉避凶、消灾化解啊，消灾化解了，你就不必去解冤释结，所以冤冤相报何时了？冤冤相报时时会到啊！所以我奉劝各位维新弟子，好事多做，好话多说啊，不要冲动，冲动一时以为你是英雄，结果到最后啊，我们自己都没有立场啊，可以跟人家讲话啊，自己的灵性就变黑暗了，这是就很可惜的人生啊。所以风水学是包罗万象，而不是只有盖房子怎么盖才好，怎么盖不好啊，这个是我们应该有的认知啊。希望各位同修好好学，我们有24年的时间啊，能够撑24年，表示你有24年最起码平安的啦。24年的福报，那真的就是你一生的福报。啊，你修二十四年，你将是带给你的家人、后代、祖孙绵延，福报绵延啦。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基本理念。那么各位同修，我们每一位同修都有一座心庙，都有一座心庙，要有风水，你要懂得风水，就是盖一座心庙。你的心庙盖好了，心平气和，做事就顺利亨通发达，那你的功德就无量了。若是你的心庙没有盖好啊，时时充满的恨，充满的怨，充满的不满，充满的嫉妒啊，充满的三毒贪嗔痴的时候，哎呀，你的心庙啊就已经污浊了啊，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基本理念。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举行这个宣誓典礼。我们祈愿呢这个宣誓之后，我们的同修大家呢在24年的时间，我们时时自我精进，时时
自我检讨，啊，让自己能够成圣、成贤、成佛，那才是人生的最重要目的呀，不是你有多少财产，多少财产要带回去也带不回去呀，所带走了是一个苦报和业报，这是很可怜的人生哎。那今天早上我上香的时候，到中华民族918位天主帝王的时候，啊，秦始皇，这么久了还没有去投胎转世，啊，他来了，啊，告诉我说，请你不要再一直在骂他，啊，我说我没有骂你呀，啊，我只是说，徐福，啊，被你逼走了，所以他到日本去建立国都，日本那么强，啊，徐福就是秦始皇，啊的国师，啊，也是王禅老子的弟子啊，啊，秦始皇你霸道，啊，那么徐福呢，啊，他为了逃运，就借，啊，炼丹采药，长生不老丹。啊，带着500童男童女到日本去，啊，登岸，去在那边相对炼丹。事实上不是炼丹，他到东方日出东方一点红，啊，那一点红就是仙丹，是长生不老的仙丹。所以老祖开示我们。你要长生不老，好事多做，坏事不要做。啊，你要长生不老，凡事要做到问心无愧。啊，尤其你们要把风水学修好，修好可以为啊一些道场、寺庙建设的时候，能够帮他们。依法修行，依教奉行，那样的话，啊，你就是啊，所以庙的主神也会给你加冕呢，啊，这即是新庙啊，啊，那我们现在来合掌来回向，请合掌回向，愿你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凡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啊，祝福各位。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